各位兄弟粉丝大家好，悠悠今天在高雄中仑的凤翔湖中，那各位有看到我身后这块的那个棚子吗？上面全部是那个光电的板，不好意思，那下面呢就是他们的篮球场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一样，我们要做一个气球造型。那今天要做什么造型呢？我们今天来做雷射枪。那不要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咯。来，我们先准备两条气球，那我们就准备第一条气球。好，第一条气球，来，我们圈起来，后面尾端剩大概5到6只手指，大概是10到12公分左右哦。好，来，延续，来先做一个4公分的单炮结，我们把它扭成12节，看到吗？好的，来，马上呢我们再扭一个5只手指，大概10公分大的一个环炮结，现在有看到吗？ OK， 然后来继续哦，我们继续接着来做一个2只手指，好，1只手指2公分的单炮，好，不要放哦，再扭第一个10手指宽10公分的一个环炮结，有看到吗？身上，好，那尾端的部分有没有？来，往回穿回两个环炮结中间穿进去喽，再穿一个。来，看到没？调整一下哦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有看到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再取另外一条气球，那尾端大概6、4只手指8公分左右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要做镭射枪的握把的。一样，5只手指，好，一个单炮结，再做一个5只手指一个头的结，好，像这样哦。然后来再扣在第一条气球上面的一个熊火结上面，好，扣上去。单炮结，再扭一个双炮结，好，那扭起来是不是3个了，对不对？3个，然后依序的哈，一样，后面就不会套进去。有没有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泡泡比较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先留个适量的泡泡，适度的泡泡，一样，我们就2只手指4公分的一个泡泡。好，扭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它扭起来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把它转起来，像这样转起来，然后我们来往前挤，这样子把它往前挤，你有看到吗？挤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不要放哦，再往前挤，然后稍微挤一下啊、哦。我发喝有没有？你看，跑出来有没有？然后往前拉，然后稍微往前拉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个可爱的造型的雷射枪就完成了，有点像毛毛虫。好 ，OK， 那各位粉丝们，你们也回去做做看喽，拜拜。